中午吃的什么？饺子。怎么上来就一刀暴击啊？这我哪顶得住？脸有点白啊，这个蛮王。他一技能好了，我给他一个一技能的范围，看他会不会异我。不摊平 A， 不跟他对。艾达米尔，这是你的宿命。他这换血挺失败的。我一把他的。Q 打断了，他补这个刀，我还可以再拖 A 他一下。我的 Q 把他的 E 打断了，说错了，你学两级 Q 啊。因为这个兵线学 W 是打不到的，学 Q 二 Q 三不放。可以卡一下他的经验值。没卡到，交个闪就行，死不掉。你怎么不打信号的嘛？我操！我这。对线对的好好的，英女来了。我的痛苦，我将让它绽放。对，妖豹打野，帮我把线推进去。死了呀，这不是送了吗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我又不傻，想什么呢？你这兵线弄一下，对嘛？这才对嘛，非常的正确。哒哒哒哒，就当我为你。
听青涩的言语，而我在等你。夜色被打扰起，炸了呀！这不，打蛮王那肯定出不假鞋，那不然出什么鞋？打蛮王出水晶鞋是吧？啊，没有脑汁是不是？夸追我，停，这个线是回推线，谢谢。跑车，我又想补。化解万物，我的光明抵御黑暗。如今，我侍奉新的主人，湮灭。怎么还有个小兵被卡住了？
嗯，这居然没把他大招打出来，崩掉了。 家伙想一套把我秒了，龟龟，你来真的？我是末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偷袭是吧？这能叫偷袭吗？这塔怎么这么肉啊？我砍了九九八十一刀，感觉。 啊！他大招伤害这么低吗？我感觉我被狙死了，所以我就回头了。有闪现呀、啊！哎呦，真无语了！怎么有杀这么低的大招啊？我还以为我一个大招被狙死了呢，结果他妈大招伤害不够，我回头被他一枪把我给崩了，绷不住了。我感觉我是死了的。 可以抽下一个号了，各位，只需要1毛钱哦。想上的可以1毛钱上一下，中了私信号发我一下就可以啦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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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够！你播了吗？小上子可以一毛钱上一下啊、哦，什么段位都可以。祝我自己好发我一下就可以了。感谢老板们的参与，谢谢。结束啦！没订阅的兄弟可以点一下，让你找到订阅背包里免费的虎。